Hello， 大家好嘛，又是我 Carmen 啊，又到了生活站的时间啦。首先呢，多谢大家上个星期六来到我们 MIHK 的美食开放日。那天希望大家都买到一些心水的产品啦。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搜罗不同种类的笋叶，大家记得期待我们下次的开放日啦。那天有来到的都见到我们 MIHK 有生果卖了，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日本生果，好像日本彩虹奇异果那样，中间是红色的，而且甜度是很甜，很多汁，不说不知道，原来它的糖分超过了22度，比一般的奇异果超出12度那么多的。彩虹奇异果还带有清新的奇异果香味，加上高甜度香软的果肉，真的好吃到停不到。当然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水果啦，快点上来我们 MIHK 网店订购啦。讲到最多人买的就当然是台湾的大甲手工面啦，包括我自己都买了两大包。这个品牌的手工面强调就是健康，所有的面都是非油炸 100% 不会添加防腐剂的，还有很多款口味给你选，还有一款合你口味的。一袋有四包，而家上嚟我哋 MIHK 网店用49.9就可以买到啦。买两包以上仲有得平添啊！快啲上嚟买啦！秋凉嘅天气就梗系要食腊味啦。永祥兴佢哋整嘅鹅肝肠、腊肠王非常之出名，仲有腊肉同埋南安腊鸭髀，每星期一折单，一星期后就可以拎货。要买就快啦！上嚟我哋 MIHK 网店买 100% 香港制造嘅腊味，就唔使惊买到匪国货啦。另外梗係要同大家介紹下嘅就係日本花之舞氣泡酒啦。呢隻酒係用精心挑選嘅靜江米同埋赤沙石墨嘅天然礦泉水釀製，用日本酒傳統製法釀造出高品質、低酒精度嘅有氣清酒，口感層次非常之豐富，仲有三款口味：原味、士多啤梨味同埋柚子味。原價88元，而家我哋 MIHK 優惠價225元就有三支啦。节目方面 ，MIHK 财经台有新节目播，星期三8点，权锋而至由肥 Eric 主持，专讲期股买卖；而星期五嘅8点咧，有中国金融技术分析师协会特约节目 KC 教室。中意投资玩下嘅财经台一定要收睇啦！过去咗嘅万圣节，唔知道大家有冇打扮下去应下节咁咧？希望小单教学入面教嘅嘢可以帮到大家啦！上一集仲播出了万圣节的微电影，有鳄鱼和 Nikki 妹参与演出，而且他们的丧尸装是由小丹亲自化的，吓人得嚟又可爱，很高技巧的。这部就是我们 MIHK 第一部的微电影，记得看重温。四海哥的 Waka Li Gong 都要记得留意，这个节目主要介绍的就是台湾文化、美食和景点，甚至会有时讲下时事的谈论，记得要重温翻四海哥嘅 Waka Li Gong 啦。今集又差唔多啦，下星期再见大家啦，拜拜。